掌握市场脉搏，捕捉生活潮流，一份揭示经济发展的本地特刊《市场情报》。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再次是请来 Element 的董事兼副总裁何盈之小姐 Candy 和我们讲有关退休生活居所 OPPO 一些资料的。 Cand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Candy 我知道很多朋友对自己的退休生活之后都会好好的安排的。是啊，其实是一家人都一起要安排的东西，影响了三代的。是啊。那我们就有44个可以买的 condo 啦，有56个可以租啦，还有30个单位是长期护理的。是。那我们2019年那头六个月呢就会完成，那现在开始就以预售的那些 condo 就卖了一部分，但是由现在到那时候其实就交的就是那个 pre-sale 的 deposit set。 那途中我们这两年呢就一路会邀请我们买的和租 的人来参与策划啦，那我们会邀请嘉宾是来做讲座的，譬如讲投资啊，讲遗产管理啊，还有会有一些班是做瑜伽太极气功你都可以来参与啦，还有有 wine tasting， 因为我们到时会有个酒庄，我们的住客喜欢喝酒的那些又可以 来一起计划由哪个国家哪个 winery 哪个 blend，或者我们的 menu 方面有多些南方菜北方菜有多少是粥粉面饭全部都是希望很多人一起策划的。即是说去到住得的时候之前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一起 去安排啦，还有一起去 plan 是不是去计划的。那很多朋友相信对这个优质的生活是非常之紧张，加上一个优质的退休生活千万不要错过是 OPPO 一些全方位的为大家的护理。我知道你们是除了是提供一些特别护理之外，很多都是欢迎整家人一起去探他们的，是不是？是啊，这个是真的一个新的突破，因为很多尤其是中国人就是一想起我不想住入老人院，我的仔女不要我推我入去。其实就是现在这个优质生活又不需要内疚，只是觉得我自己对自己咁好啊，下一顿冇晒，使晒啲钱。其实呢个咁样概念系等一家人都一齐开心，唔使担心，你又唔使觉得令到佢哋有压力，佢哋又知道你每一日都生活得好开心，有人照顾到你嘅需要，亦都有人帮你安排到好多活动系欢乐嘅。咁又就系好鼓励，日日都继续有你屋企人嚟同你一齐生活，所以就唔使话惊紧同佢哋冇咗呢个接触。咁即係话呢，老人院呢嘅呢个概念呢已经係好似唔同咗㗎啦。而家呢就係话你健康嘅时候住入去作为一个私人俱乐部，到你有需要嘅时候就有好多人係帮你係点样去照顾啊之类囉，係咪？係啦，係一个长远嘅计划，你而家越係健康嘅就越应该快啲一起嚟享受，咁就变咗更加健康得耐啲啦。係啦，係啦，成班人一起好开心喎。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呢，欢迎你去到佢哋嘅展销中心啦，就係 City Square 130号玉麒麟楼下嘅，咁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查询，系604-871-9265 871-9265。唔该晒 Candy， 多谢你提供咁多嘅资料 ，Thank you，Thank you Jacqueline，Thank you。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